大家新年有没有领到满满的红包呢？没有也没关系，新年准备进入了尾声，在这边我再加码送红包给粉丝们，祝大家最后的新年可以开开心心。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田。今天要讲解的是懂的人都懂的项目，也是盘类项目。最近新年准备要结束了，所以很多项目也开始准备工作、准备宣传了。那这边提醒，所有的加密货币都是属于高风险的，这影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以有碰触的人记得多研究资料、多做功课，才可以更保护自己。那这影片我会送10块钱美金给频道会员，如果还不知道怎么成为频道会员的人，可以看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那最低门槛只要100块台币，一个月就可以成为频道会员，大大增加你的中奖几率，所以大家都可以欢迎支持，也可以欢迎参考。剩下的第二个红包10块钱美金，只要有使用我的邀请码连结进行注册，并且对这期影片按赞，然后在影片下方留言你的注册账号，然后我就会在留言抽取一位幸运的粉丝，中奖这10块钱美金，都欢迎大家来参加。然后使用我的注册邀请连结进行注册的话，在这个项目也会送一个魔法狗，如果有需要的人再进行使用。如果想要进行抽奖的人，抽奖规则告诉给大家了，那我们影片正式开始。首先这个项目叫做 Amazing Doge， 如果看不懂英文的小伙伴们都可以点击中文，这样子界面就会变成中文了，然后邀请码就在这边，所有的资料没有硬性规定，能用就好，大家可以填写自己安心的资料，这样就可以了。那什么是魔法狗呢？这是项目方所释出的资料，他们说他们是一间高频交易的金融服务公司，透过量化交易还有高频的交易赚取差价，帮用户赚钱。这边他们有释出他们一些美国的相关执照，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们都可以稍微看一下。那这些执照它只是作为佐证资料，那实际的功用还有待商榷，所以这部分的资料纳入研究参考依据就好。那下方也有一些他们策略交易的资讯，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们自己上来看一看。那这个项目我发现了这张图是以前盘类项目所使用的图，所以这部分也可以作为研究参考依据。首先注册好账号之后，记得先新增你的支付密码还有钱包地址，然后所有的操作都必须要手机接受验证码，这部分大家再留意一下就好。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去新增你的钱包地址，这样子所有的收益你才可以进行提现。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他们的量化交易还有量化策略。首先在量化交易的部分，他们有不同种的策略，并且每一个策略都有他们的代码，所以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上来研究看看。如果要领取免费魔法狗的小伙伴们，只要注册之后，这边就会有一个礼物的宝箱，只要点下去就可以免费领取魔法狗。在这边必须要购买魔法狗，然后再准备额外的钱，他们才会进行量化交易。在这边最低的入手门槛非常低，只需要10块钱美金，这部分大家再进行参考。那只要点击10块钱美金30天，然后再点击购买，并且输入好支付密码，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了。接下来就带大家来看一下量化交易的详情。首先就选择刚刚领到的免费魔法狗，还有输入好你要投资的金额，然后按下单就可以成功了。接下来就来到量化交易订单，然后就可以看量化交易的详情。数据分析的部分有所有它跟哪个交易所购买哪一个币的详情，那这部分算是蛮新颖的，大家做研究参考依据就可以了。最后一个在区块链项目都一定会有的邀请制度，这边有分为 10%、8%、5% 还有 2%， 那这部分如果有兴趣的人再自己使用，这边就不多做更多的介绍，避免不必要的误会。然后这边最低提领的金额为10块钱美金，如果有需要提领的人再留意一下。项目方说他们每一天大概可以帮用户赚取约 2%到2.5% 的报酬，那这部分就是项目方透露的资料。再次提醒，所有的加密货币都是高风险的，这影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在新年过后有很多项目会陆续诞生，那每一个项目我都会公平的告诉大家关于风险的属性还有该注意的事项，希望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感谢你们感恩的心，那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